唔想 Taurus 做童星，千华要仔仔乖乖留学校。千华就出席香港亚洲电影开幕礼宣传新戏，另一边又要忙住排舞。听闻 Taurus 有跟住你排舞喎，佢有冇跳埋一份啊？有，佢有，佢真系走咗，因为我排舞嘛，佢真系上我身体度学过噶，佢睇我排陪我排舞啊嘛，咁佢就有少少呢啲咯。有冇天分？我谂佢有嘅，都始终阿爸阿妈呢啲咁嘅人，佢都走唔甩嘅。咁所以，但系都读完书先，即系呢个作为一个运动系 OK 嘅。既然佢跳舞咁有天分，咁你想唔想 Taurus 做童星先？我介意啊！童星又死我，真系介意啊！因为我唔系专制，因为我自己知道嗰个运作好辛苦，同埋我同个小朋友拍戏，咁我主观性觉得系佢有呢个 talent， 但系真系嗰种辛苦系我自己唔忍心嘅。嗯，系啊。惊心，只系惊肉赤。同埋咧，小朋友咧要俾翻佢有一种童年嘅空间。因為佢咁豐富人生咧，佢同佢翻翻學嘅時候，同翻自己同年紀嘅朋友咧，佢眼界突然間大到咁咧，佢就覺得學校好悶啊，驚。佢嗰個學習興趣低咗，咁我真係企喺度啦。